喝下它，你应该舒服一些。我不喝。快喝！我胸口已经布满了，我不喝。我若要你喝，你是逃也逃不掉的。只是看你想花一个时辰喝，还是花一整个下午喝。那你给我一个喝它的理由。你要听真理由还是假理由？还有两个理由。一个理由是。 喝下它，能让你忘却记忆。另一个理由是，我喜欢在你体内留下我的血。他又发现了，走！我找到了一个。 李湘，你在里面怎么样？可有埋伏？快，在外面找开关。好，宁可牺牲你自己，也要救他们。是，还真像他以前。 你是说我像你以前爱过的人吗？薰衣，去准备雪莲之夜。是。 今夜过后，你就会长眠不醒。这世界很酷。